我没有过错，他拉我没有过错，一起继续我与你不死的勇气，他拉我没有过错，他拉我没有过错，一起继续我与你不死的勇气，不要谁来定制对不对，不要谁来乱判我的罪，不想太阳再升起再升起，再次远近真理，不要无奈地悄悄低下，不要盲目地慨叹风暴，不可放下那伤悲那伤悲，再次冷向不理，你不敢去路吗，妈妈，让我要替你将我忘记吧，风吹雨下我不想，我不想再来呀，人在沉重的足印走上永远的斗争，人民狂怒的呼吸埋葬瞬间的声音，妈妈我没有过错，妈妈我没有过错，一起继续我与你不死的勇气，妈妈我没有过错，妈妈我没有过错，一起继续我与你不死的勇气，妈妈我没有过错，一起继续我与你不死的勇气，风里仍未慢冷冷空气，春雨仍流泪遍布土地，多么盼望有一天有一天，世界永远有你，二十四年前，大家仲记唔记得喺屋企揽住部电视睇紧究竟北京天安门班学生究竟发生啲咩事？大家仲记唔记得嗰种激动、嗰种悲伤、嗰种彻夜难眠嘅感受呢？二十四年后嘅今日，大家就好似发咗一场梦咁，闹钟响啦。就起身翻工嘅翻工，翻学嘅翻学。究竟二十四年前班学生所作出嘅牺牲，对我哋依家嘅繁荣都市嚟讲系啲乜嘢呢？究竟佢哋所争取嘅民主同自由又系啲乜嘢呢？我叫黎子恒，当年六四嘅时候未出世，都未经历过同埋亲眼见过呢件事。我好希望当年亲眼见过呢件事嘅人唔好忘记，并将当年所争取嘅民主同自由继承落去，并讲俾下一代知曾经发生过六四呢件事。我叫郑耀晴，我第一次接触六四咧系小学嘅时候，有一晚电视播有关六四嘅新闻，咁爸爸就同我讲啦，究竟六四系咩回事？我最深刻就系爸爸同我讲，政府用坦克车将嗰班大学生去致死。我唔明白究竟呢一班大学生佢哋做错咗啲乜嘢，要受到咁残酷嘅对待？究竟呢个政府佢害怕紧啲乜嘢？话像风广播，蝴蝶梦里。我叫许阿姨，第一次接触六四系十岁嗰年。十岁嗰年，爸爸喺六四当日同我讲六四嘅事件。我希望我哋嘅下一代都会有人，都会有人令佢哋认识六四，我哋无忘六四。Thank you.
大方烟花，耀眼烟花，随着记忆浪花，繁华像幅广告画。蝴蝶梦里醒来，记不起对花蕊的牵挂。接下来的一首歌是送给曾经支持六四学运但可能去到这一刻已经忘记了的人，希望大家可以留意里面的歌词，送给大家围城。每日營營營營，你到底有冇停低諗過自己咁樣係為咗啲乜嘢？當年青春嘅熱誠同夢想，喺香港呢個石屎森林入邊，仲剩低幾多少？香港人，第一話你已經淨係識得沿住所謂成功嘅天梯一直咁往上爬，而忘記咗自己多年嘅理想同希望。香港人，千不要以为这个社会不关你事，其实只要在身边多些留意身边的事，看新闻多些留意社论，对于街边请求帮忙的人施一点援手，这一点一滴都可以组织起上来，化成改变社会的动力。请记住，有一个梦，有一个源自我们心里面的梦，只要我们永远记得它，就可以变成我们改变生命的动力。有一个梦不会死，记着吧，无论雨怎么打，自由仍是会开花。但有一个梦不会死，记着吧，来自你我的心，记着吧。不要停，留下了不少意思，深深相信始终会变真，某年某处如此讯息，仍带你跟我尽力，多一打紧张，这理想继续在寻觅，悠悠长长的曲折坎坷都会惊怕，I'm sorry.
一架，不想清楚珍惜太多真心的情假，但有一个梦不会死，记着吧，无论雨怎么打，只为仍是要开花，但有一个梦不会死，记着吧，来自你我的心，记着吧。24年前，八九學運嘅學生，雖然我哋陰陽相隔，冇辦法同你哋一齊走落去，但我哋年輕嘅一代唔再係一班只掛住揾錢嘅賺錢機器，我哋將會捍衞香港我哋依家嘅自由，將會成全你哋所爭取嘅民主同自由。我哋相信民主同自由終會有一日喺中國依片土地遍地開花。在这里我希望在座的各位和我们一起为当年的死难者默哀一分钟。如果大家想了解多啲24年前八九學運六四事件嘅資料，可以去香港城市大學嘅六四紀念館度參觀，嗰度會有啲影片，會有啲文獻俾大家睇。如果大家有啲咩感想想寫低嘅，可以去我哋左邊張台度，會有啲咪姆紙俾大家寫低你哋感想。咁呢啲咪姆紙將會留待下一次嘅六四保哀音嘅悼念活動嘅時候用，俾其他香港人睇下，原來香港仲有一班人並未忘記六四事件。如果大家有啲咩想分享嘅，亦都可以等我哋悼念活動完咗之後，同我哋一班理工嘅同學傾下偈，分享一下。喺呢度，我哋今日嘅六四保哀音嘅悼念活動暫告一段落。希望今年嘅6月4日晚會喺維園嘅燭光晚會見到大家。